所以你们也看了小 S 的那一个单元，哇，真的觉得很棒。我看完我就真的问他们说，你们怎么？对，看到画面有吓到吧？我片花看完我就傻眼了，我就说哇哇，来。小 S 激战吴康仁，米口律师度，修杰楷暗赞，很精彩。看艺术品很主观的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觉，有时候很当下，会直接反映你的心情，你会有你的感觉，我也有我的。最新爱情都会影集《此时此刻》由华灯初上团队出品，集结十组艺人演出十段爱情故事。首度担任制作人的修杰楷，领军高颜值男生们来聊拍戏甘苦谈。那怎么说服小 S 去演《此时此刻》？其实导演花了。很长时间，大概去跟就是去找他聊大概三次到四次的时间，就导演不断的去给他建立信心。但是其实尺度不是他考虑的最大原因，他觉得是他很久没有拍戏，所以他担心自己的演员的状态会不会表现不好。应该所有的事都会指定吴康仁吧？应该是，然后想对，就说他，超级，办公室内碰到桌上的墙，哇，小年给 reference， 都会给他直记，他给的都有点怪怪的。对，他真的给的都是到极致，因为我华灯时候他也给我一个造型，我就说，我说真的要这样吗？谁敢说错？就是被交代那场戏千万不要出现，所以订了机票出国。那种戏。不能出现，那出现会干扰演员的心情。嗯，我觉得他很投入，哎，他超级认真的，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做盲人的功课，然后也常常在讯息问我说：“想问你，你觉得导演是什么？”这种大灾问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很难回答，就常常问出一些我可能要回答20分钟的问题。都很投入在角色里面。没有，我觉得君君不一样。君君主要是他对我有一个侵略性。我这样讲会不会被讨厌？因为他就是演一个很主动的女生，所以在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，他是真的很主动。而且你的单元是不是亲？是所有的，是我最多，对吧？对啊。但我们的尺度比较。没有那么就仅止于接吻。会羡慕吗？那时候你都亲。会很难。就拍戏的时候感觉很好，是因为真的很凉爽。人生有多少次会不穿裤子到处走？对。开心。特别是保养他的状态。没有，但是有一个比较痛苦的点是。他们要帮我戴那个就是假的机器嘛，对，然后他们就要求我的毛要剃掉，因为粘上去是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就会有点刺刺的感觉了。满意，就他们的 size 蛮大的。